我启蒙教练就跟我说：“英雄总是孤独的，你要站上金字塔的顶端，你就要学会忍受孤独。”其实小时候我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心中有目标、有梦想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那我就是一开始接触桌球，我就喜欢打桌球。当时候是觉得姐姐好像上了场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变得很帅很酷，然后自己也想要变成那样的人。然后那时候觉得桌球它来回跳动，我觉得这种声音就好像音乐一样，有一个节奏感。那我就被那个节奏感吸引，就开始我的长达十几年的桌球生涯。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吧，教练教我什么，我就要认真执行到好。那我那时候的想法是，我要变得更好，我要变得更强。我觉得就是练，你只有练到位了，自然而然就会回球。尽管有天赋吧，你要加上后天的努力，你才可以让上天给你的这份礼物变得更加的完整。那个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气自己的，为什么会让自己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前受伤，也不太懂得如何去转念思考，所以就气着说：“我不要打了，我要放弃了。”我觉得姐姐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，她就跟我说：“你不打球了也没关系，我养你。”就因为她这句话，我就敲醒了当年迷茫的我吧。就觉得姐姐都可以义无反顾的支持我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够为了他们，为了自己，我豁出去再拼呢？从2010年受伤到2015年，这反反复复5年的时间，一路走来的时候，才有这个体悟啊，原来孤独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必须跟你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己去对话。你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，那扇门只有自己能够打开。那时候我就只告诉自己，每一场比赛我都要专注在每一分球上面，只有坚持才可以不被淘汰。我是那种，就算真的在重训的时候我练到吐，我也是吐完之后回来又继续训练。只要我还能继续站在训练场上，我就不会停止下来。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看见，强烈的欲望让我去战胜了我自己。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只要相信自己，其实是可以从低谷反弹的。当下我只能哭啊，因为我就害怕我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比赛了。我的那些负面情绪其实一直蔓延。当时候教练或者是姐姐他们陪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已经是无声胜有声了。那所以我觉得我为了他们，我就不能再继续这样负面下去了。我要去拿下我梦寐以求的梦想，我要把它当作是我最后一次的奥运会。我要把我的伤病抛到脑后，我都要尽我的最大能力，我都要把它打上台。我觉得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，支撑在我每一分的球场。好球，好球！哇，让台湾组合最后就以11-5、10-4打败了法国，混合双打为中华队抢下了一块铜牌。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都梦寐以求的舞台，夺得奖牌的当下，我觉得我梦想成真了，我就觉得我是达成了一个目标。做好最好的自己，就是最好的准备嘛。一路走来，我还是依然不怕辛苦，不怕累嘛。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全力以赴，就会是最好的自己了。现在，我就是想要重新设立不一样的目标，更好的目标，再继续往前进，超越之前的我。